嘴嘴嘴嘴嘴嘴姐姐，嘴嘴姐姐。哎呀，你看，我只有在哥哥来的时候，我手才会慢慢的放下来，告诉大家就是，就这个人我尊重。女儿，我手都抖了，女儿是什么呀？哇、wow, 哦 ，amazing！ 有请我们的嘉宾田嘉宜，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园纸》的扮演者田嘉瑞。就是瞬间放松了是吗？啊，对啊。今天是一场非常羞耻的采访，看你最后脚趾头能不能挖出一个31厅来。那看看你的能力。云之羽播出之前、你有想过你这个角色会如此的被大家关注吗？我实是没想到能普及的这么深那么广，就是也很激动，也适应了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都没太适应过来。是的，我感觉你要脸红了。对对对对，还没适应，没太适应，慢慢适应。因为我们都知道咱们是云之羽是第一部剧，对不对？对对对，而且很难得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看到了傲娇、绿茶、奶狗病娇、狠烈又单纯这种丰富饱满的人设。火，而且被你一个新人诠释的这么的好。火，我很好奇你在接到剧本的时候你是怎么对这个角色的这个理解的？我其实一开始是找不到这个人的一些个人物特点的，其实也是通过导演给我的一些个想法上的疏导，让我慢慢的抓到了这个角色的一些特点，就是不走寻常路，然后别人该生气的时候他笑、你比如我该难过的时候他也笑，怎么着他就是笑。你的那个笑千万是跟汤姆猫学的吧？最近应该大家都 Q 这个东西吧？没想到吧？当时我们拍的时候就看回放的时候脑子里讨论的是那个海绵宝宝啊，就是我露两个牙这样笑吗？不是打开锅炉那个镜头，大家聊的都是好像海绵宝宝。就我没想到汤姆，对对对，有一个1:1复刻的那个，我真没想到。那你觉得自己像吗？挺像的。那两张图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觉得挺像的。可以现场笑一下。怎么笑呢？那我怎么就是就是这么类似吧，类似。笑完了，笑完了。粉丝已经给你起好了，对杰瑞这个名字满意吗？挺满意的。从高中、大学我就被这么叫，因为我叫嘉瑞嘛，田嘉瑞嘛，然后嘉瑞叫着叫就成那个杰瑞了嘛。一定是特别的缘分。OK。哎，网友帮你总结了，你的三大美德，说来听听。一哭。嚯。二茶。一。三傲娇。家伙，所以说你还有觉得哪些美德是我们没有发现的？很明显的一个呀，歌控啊，这算美德吗？对那个歌的这个言听计从，一心为着歌搞事业，这种也算是公园纸身上的一个美德吧，我觉得。而且你们当时就是大家对你的妆造很感兴趣，很满意。你有看到网上评论你那个满头的小铃铛吗？有的，有看到。难道是因为你的家里太安静了，所以才需要这么多铃铛吗？这个评论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想那么多，因为自己想的是更多的就是他弄这些东西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一种，不是爱美吧，就是喜欢，或者说想引起他哥的注意。哦，哥来了。对啊，就是类似这种吧，因为毕竟公家里所有人的打扮都没有这样的装扮嘛，对吧？就只有我一个嘛，就公园只想让大家觉得他与众不同，就是比如说我人未到升仙到。对对对，就可能是这种意思。那你为了出演这个角色前期有做过什么准备吧？除了笑，就是一开始其实还是也是说导演给我的一些指导，给了赋予了这个人物一些独有的东西，还有一个东西是我自己给自己设计的，就是我只有在哥哥面前我的手是放下的，还有除非是正式场合面对长老的时候我的手是放下的，其余任何就是不是很严肃的场合或者无论面对谁我的手永远都是抱着的。我只有在哥哥来的时候我手才会慢慢的放下来，告诉大家就是就这个人我尊重，最信任，对，我最信任，同时我也最尊重，其他所有人在我没有认可之前我都是抱着手的。很多粉丝说你很多眼神都很有灵气，
眼神，很出彩，就你的眼睛很出彩。它其实还是更多的建立在本身对人物关系之间的一个态度的处理，就是自然而然的就眼神就流露出来了。只要我们明确对目前这个人说话他是什么一个态度，其实那个眼神就不用刻意去练了。对对对，我们现在用宫三的眼神，一秒就是带大家回到宫三的眼神。就是这种吧，对吧？就是这种，对对对。后期刚才那个推一下啊。刚才我们也说了，你呢查不过上官倩，打不过云飞山。那你觉得你要如何哪个方面可以赢过他俩？我想想啊，我也说不过他，我哭得过上官倩，什么过云飞山？打不过呀，查得过云飞山。对吧，可以这么反过来搞一下吧。那咱们就是哭得过上官倩，查得过云飞山。对啊，而且你当时给自己写下的恶评你还记得吗？当一个男孩的头发剪短了，你会发现他的笑容也少了。这个哎呦，当时就2020年7月6号的时候。私下是不是一个中二？会中二吗？情绪化比较严重，因为我射手座嘛，然后那个就是有时候比较疯，有时候就特别安静的那种。然后就在当时是这种刘海嘛，当时我直接当天我就有这个想法去把脸往里面推了，就感觉推了之后自己换了个样子，然后也确实笑容没有那么多了，就写了那么一条写了那么一条文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回应粉丝了。自己的 MBTI 是什么吗？哦，我知道，就是那个表演者，但是那个叫ESFP 还是 ESTP 啊？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大家要么记中文名，说不记英文名，记英文名的不记中文名，是吧？我就表演者那个人格，对对对。你的粉丝主要是他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他这个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求你了，求求你了，哥，求你了，可以吗？理理我。是他一个人发的吗？对，我真的没看见。我的 MBTI 是表演者。别求了，别求了，我看到了，看到了。我们当时去找你粉丝给你留言的时候，我们一点开这个，我们以为是下面评论的，但自己全是。OK OK， 当你舞到正主面前了。谢谢你，谢谢你。而且还有啊，粉丝叫你老公的话，你会被吓住吗？这个就是哎，怎么我不方便叫，但是我可以代替，请把我这上面写上粉丝两个字，老公。哎呀。当时在机场听到一句，我的天，我当时我耳朵都红了。就是虽然说你怎么样，这个东西它就是会很让人就是脸红了，耳朵红了，就很害羞这边。哎，那你老公、儿子、女儿，觉得这三个名称在机场哪个叫出来会更熟悉？肯定是老公啊，肯定是老公啊。剩下两个是什么？儿子跟女儿。女儿。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她。我手都抖了，女儿是什么呀？你知道有人给你泥塑吗？你很值得泥塑。哇，这泥塑，我是真的长见识了。我以为是什么宝宝之类的。女儿呢？那女儿 top 这都是你的粉丝，真的，你们肯定。我目前还没有听到过这两个词儿。对，你这个问题成功的让我抠到了。别，大家叫老公就行，对吧？就是在这几个里面叫老公还是可以的，对吧？不，那会不会到哪一天，比如说粉丝过去见你的时候，一群人老公，那我就跑，那我就撒腿，我就跑。好的，但是呢，你粉丝有对你说过这么一句话，还是这个问题？叫嘉瑞太亲切，叫田嘉瑞太疏离，叫瑞瑞太过火，不如就叫老公。微微的冷漠，微微的温暖，一根网线连接你和我的嗨，老公。怎么这么有文化呀、啊？这个粉丝叫……我太难了。这个。名字也很搞笑，你知道吗？是，就是本来这个叫老公已经是笑点100%，但是这个名字百分之一万一万，成何体统啊？你网上有一张图很厉害，就是大家有时候就说穿帮的这个雨鞋，就是说明明一个很温馨的画面，但为什么你会穿着雨鞋？这其实是我们宫门内定的一款秋冬高定款的一双鞋。但是为啥是胶底儿？我编不下去了。就是雨鞋是吧？就是。拆雨鞋不是，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拍剧照吧？这是剧照吧？没有，就是你们最后
这场戏的时候，对这场戏，但是这场应该是剧照，正片里应该没有。对戏的时候是在走戏的时候，还没正式拍，因为当时那个泥地外面走来走去，地上很多泥，就没办法穿那个正儿八经的鞋子，就所以找了边找了双泥靴穿，可能就咔就拍下来了，可能。然后粉丝就开始拿这张图，真的，这张图也是在你的超话里面，就是吗？对，人尽皆知。有没有发现，就是自从这个角色就。就是大家受大家喜欢之后，你的人生，你的每一场的细节修饰，在你的超话里面都能扒得到。真的，哎呦，这观察的太细致了啊！最后一个问题了，就你有没有看过这张图？看过，就很形象啊，这跟故事情节很搭呀，这个。刚开始的就是大家很容易拿这个图对别人，我都以前一直在玩梗，直到他们昨天把这张图发过来的时候，我说，哇！真的有点像，你看。大的死于脸，小的死于眼。对。公子宇就是很单纯嘛，对，很清澈眼神，对，我哥还那个眼睛还撇着他，对，然后你的表情还笑，对，跟我那个笑很像，但这个是符合前期的，可能再重新做一张的话，可能就是三个都是变成这个了，是吧？对，我可能变成那个，但是他俩就是一致的，就是很严肃对外一致。其实也你也是幸运的，是很幸运的，其实是也算幸运。对，所有的哥哥姐姐包括什么的都是在包容他，对，都是在包容他，对。视频的最后呢，一句话评判一下我们本期采访感想如何？挺惊喜的，就是第一次是这样的采访的方式，挺好玩的，就是给我一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新鲜感。哎，那你是哪里人？我山东的。你不是我啊？你是我的心上人。笑死，给我埋一个！我的天哪！视频的最后，那我们。要不要再对我们的了解你的还有没有了解你的粉丝朋友们再次介绍一下自己，包括将来会有什么要新剧啊，这个时间留给你。谢谢嘴嘴。首先谢谢那个大家通过云之语这一部作品认识了我，还有一些没有认识我的朋友吧，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了解到我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然后因为我作为一个演员来讲，一个新人演员来讲，然后我知道这个这次的机会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呢一方面是对自己这个职业的态度，以及也是对大家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我一定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和接下来的作品里全力以赴，然后努力的诠释好每一个我所演的角色，然后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然后我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也在慢慢的改善自己，完善自己，希望大家就是谢谢大家、那我们期待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拜拜大家再见。而且本来的时候我们的小编还说啊，姐姐我他说呀，你能不能现场模仿一下，就是你之前拍的那些羞耻的画面在你面前、然后我说放过他，真的也放过我，姐的命也是命，姐姐的命也是命。